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在呢部戏里面饰演一个叫做范家明的香港反恐特勤组督察，几大噶都。其实他由头到尾都算是一个几忠实的一个警队里面的警员，但系到最尾会有少少变化。我觉得呢一个是我自己的角色在呢部戏其中一个最大的转变，可以话。基本上拍槍戰警匪呢一輪都算駕輕就熟啦，可以話。咁所以其實你話難度大唔大又其實不大嘅，對我嚟講。雖然佢哋係第二次導演，咁其實兩位喺電影圈好耐㗎啦，即係新李以前就係副導演啦，咁啊柯文之前就係做美術㗎啦。所以其實兩位都其實對電影一啲都唔陌生，咁亦都其實間接都合作過嘅，即係無論副導演或者其他美術嘅時候，可能都合作過嘅。其實即係同新年一定係，所以只不過今次嘅崗位唔同咗啦。咁但係兩位其實一路以嚟對電影都已經，我相信係即係有好大好耐嘅經驗。由呢個劇本出發，我覺得其實呢個劇本係好有趣嘅。即係好多唔同嘅地方人聚埋一齊，點解會聚到埋一齊咧？咩事呢？因為一件好重要嘅事啦，唔同國籍嘅人聚埋一齊嘅一啲文化啦、做事嘅方式啦、對呢件事嘅出發點啦，或者處理呢啲時候嘅手法啦，都會令到即係佢有趣嘅地方就喺呢度。